团长！团长，团长，你不许去！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我绝会送命的，你让让我！命我也得去！你们给我记住了，杨青山是我的仇人，再加上罗麦，现在在里边受煎熬，我不去救，他是个爷们吗？团长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啊！站开！不让！让什么？师长，师长，师长，罗麦他，我知道了。赵文哥，你是要去救他？嗯。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。我不管这个主意那个主意，现在是救人要紧。罗麦被劫了，我们大家不着急啊。那着急赶紧救啊！谁说不救了？像这样单刀赴会，你有三头六臂是吗？明摆着送死啊！送死我乐意。瞎胡闹！我告诉你，阿金头，你要耽误我救他，你就是我的仇人。看看你成什么样子！大刘。是，把他扣下去。是。哎，班长，哎，我们俩走。班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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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，别吵了，他这不也是好心吗？行了，老吴，怎么办？罗麦他。马上开会，研究营救计划。吴锦涛，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，你比杨青山还坏。周代表，锦涛，吴锦涛，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。问题就出在这表哥身上。难道这是个圈套？肯定是，而且里应外合。啊！都是我们太掉以轻心了。罗麦成了人质，被他们压在那儿。他们这是挑衅，想看看我们怎么接招。这个老贼，师长，要不要召集开会？再等等，邢飞应该很快就回来。师座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么顺利就把人给弄回来了。您还别说，就我那表妹和姓周的，那一唱一和的，这戏演的那真叫一个好啊。这丫头到手才是第一步，如果不出所料，赵光克跟来了，那就杀了他，紧跟着收拾吴冬雨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可赵光克他要不是一个人来，